观众朋友啊，三一九出去走走啊，阿芬啊今仔日吼带大家来到猫空哦。讲到猫空，你一定想到坐缆车，对不对？无唔对，今晚吼要带观众朋友来坐缆车。我搁听伊讲哦，因只有一项物件叫名，叫做气卡。谁那要来坐气卡呢？因为吼阿芬啊最近吼拢瘦酷酷啊，啊听伊讲哦，食气卡吼对瘦酷酷有路用哦。好，行，恁今晚先坐缆车来坐气卡较紧啦，行，来坐缆车。观众朋友，这就是上有名的猫空的缆车哦。你看嘛，那是啥？我袂惊，我一点仔都袂惊。但是我要替恁看对无？哦，这风景足水的呢。这一台是水晶缆车，听伊讲啊，这天气好的时阵啊，吼，会当看到猴子。阁会当看到老鹰哦，在咱边仔飞来飞去哦。哦，伊的高度对25尺到400尺哦，所以咱今嘛真是应该差不多400尺啊。你看卖咧，就深的呢。其实咱这缆车哈、啊，上主要就是爱搬过来山头。山村阿芬阿杜阿坐，就是对动物园。阿今嘛过站就是指南宫，过来就是猫空，所以猫空特别高啊哦。观众朋友，小等一下就到啊，先欣赏风景。坐这个猫空缆车，唔来当对山卡坐到山顶，阁会当看到整个台北市的景色。伊的长度有4.03公里，是台北市头一个观光缆车。因为缆车的关系，和这个特别没落的台北地区带来商机，也带来游客哦。听讲气卡是生伫个地球卡，要坐气卡就一定要坐到地园。好加载，我有实实在地人，这个人就是张明贵，伊是茶农。也是猫空头一个做环保的师兄哦，听讲伊的祖先在明末清初郑成功的时代就已经来到台湾了，在当地种地嘛已经有7-8代哦，吹得到啊！哇，这片拢是哦，是啊是，我就以为呢。啊对，这阵较油包，油包炒包种，我就蛮较油着。像那讲猫空家啊，这么侪人在种地啊。你看，就这落天，毛毛这么大，本来就是讲伊嘛适合地生长啊。这是什么物件？像那我规头壳拢看到这個。哦，这地基壳啦。啊，像那要放这么侪地基壳在头壳嘞？因为你为着买喷油啊，为什么咱无喷农药以外，你嘛袂使喷杀草剂啊？你喷杀草剂，这土地就有毒啊！杀草剂本身有毒嘛，含落就袂发臭啊！啊，无发臭，你就会使免去换嘞，免投杀草剂，啊嘛免写碳。好，啊，即马地皮看好啊！啊，张师兄，啊，气卡在倒。好，行，我坐起来。好，这来就够啊啦。对倒落。行好嘞。好好，哦，这出出呢。对啊对啊。啊，细哩哦。山顶所在地黄了嘛呢？哦，这拢出出，啊！你讲气壳咧倒？哦，是这。哎呦，气壳咧倒，你讲。咱地形变了，拢是啊，你无看？哈？哎呀，这就是气壳吗？对。观众朋友，你有看到无？你看。你看咧，咱一般慢车个是安尼办的。安那办？出一站。嘿。安个连灯，安那个连灯。是安怎爱出一半？伊下骹会刮，啊！咱那么食，哎，又油才好食啊。哈！观众朋友，你看到气壳无？这就是咱家的气壳哦，气壳粿，对，气壳粿就是用这个做的，对啊。但是它黄黄的花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你会好吃，有会叫那个芳葵，都差不多10多斤了，那个对啊。张师兄的田园是用粗放的农耕方式，什么叫粗放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脚手无够，满地工人嘛无好请，伊都让田园自由发展。无农药，嘛无除草，颠倒生态平衡，搁常常意外惊喜哦。哎，我来上来咱地吼，我来上来捡捡慢慢的。嗯。啊，要转来就人才转来搬咧。啊，除了这红光菜啊，你家搁有种啥物？无。搁有啥物野菜？嘛是啊。迄是啥物？这我人讲我做啥荆草，闹饥荒的时候才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即马无闹饥荒嘛，应该吃哦。对。啊，搁啥物？哦，好多品种诶。你若要办，就去市场买办的啊。嗯。这买在咱顶个只，迄是虾米？这有个气仓，做菜哦。气仓，我唔敢提。非常的刺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！啊，这边哪炒？都甲撒好两下，啊剁炒炒，都最好食。都最好食，啊，但是有刺呢。都市人买菜爱去菜市啊，在地人是来田园，满地嘛满菜，想袂到才看起来产出野草的植物，买当变成菜。我咧想，这都是在地人的生活智慧。来猫空哦，唔拿来品尝哦，快吃！
野菜是好，今日安尼好来，我来食看麦。你拄则讲这都是红贡菜，但是有的人拢讲这是红红菜呢。我见哪红，你都有哪有同款，无同名，嘛是叫做物件咯。真的吼，啊，这都是你拄啊讲的金红菜。那个呢，煎蛋这个是什么哈？气仓螺煎呢？气仓嘛是用鸭茶啦。嗯，就是刚刚采的有刺的那个啦吼。加气加醉哦。那我知道说张师兄你是咱家猫空在地人啊吼，听讲做环保嘛是第一个对不对？啊，你做环保到即马几年啊？自从咱组织迄阵开始，上年有咧开始讲叫咱来做资源回收，我头一回配合的。迄阵一个司机带来中华电信，就做中华电信，哎，伊就来我家食茶，差不多十几年啊吧。哎，来我家食茶咧，甲我讲咱组织要安尼做，啊，问我讲有兴趣，我好啊。只要有人来甲我收，我一定配合，因为我感觉。会用的物件帮我塑胶，好会上回收的物件，咱提起啥东西，你做起来就唔甘嘛。所以你做环保噶只嘛，你家己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？Hello， 就是咱无互地球另外负担，比如我做起来要找一个塑胶篓啊，找一个塑胶缸啊，一个铁缸拢无。上机呐，比如做起来要直接水到天桥底提起来，啊再用黑碗的了包，啊找个塑胶篓啊，对山换一挂水起来做方便呐。但是等下我即阵啊，十外号、二十外号左右啊。哇，规山顶拢是塑胶路，我感觉咱人对我们的晚后代的，比如咱的子孙啊，安尼无公道啦。咱上林讲要来回收，啊，咱叫求好伊，啊，咱就山也整齐，啊，咱来做一些善事，啊，还敢那讲两行好啦。这些量拢是你家茶坊的吗？我是我哥哥我嫂子给我的。哦，啊，有没有出皮桃贝会不会拿来？有，你那老头进来那么在，我都一讲。那收一种都是干的，贵啊贵啊！所以咱家就是张师兄的，嘛是一个店就对啊，对吧？对，这是一个店，你过一边。我过一边，我过一边，我。你来 Q 那个高那个，不是有多那个有红色的那个凸出来那个点。哎呀啦，一条橡皮就可以规个拢捆在一起了，就这样捆了。在山内做环保，上大的困难就是要把环保送出去，因为这都是山坡路。张师兄为了要把环保送去产业道路，他想一个办法，就是开小山猫。但是开小山猫也是要有技术的哦。等一下，这个轮胎可以上去吗？可以。OK 哦。是要拍手的吗？对啊。哎呦，这车袂当的吧？车袂当的吧？啊，咱这要载去倒位？今嘛要载倒？载去路头。路头外口。是山下因的载。发财来，唔当刮发财啊！唔管刮风下雨，环保一定爱做，对不对？对。透风落雨嘛爱做哈。赖师兄，啊，你拢外久来家，安尼甲伊收一届？两个礼拜啊。哦。哎呀，量拢多吼，超有几车。差不多拢一车。你讲迄个张师兄伫在家做环保做偌久啊？第二年他听到广播，听说他从民国八十年就开始做这个环保回收，就响应了。师兄跟我讲的都是叫我怎么分，我看到我一个也要修，啊蹲个规堆啊呢，所以我底下来这什么一堆拢无讲啊，什么都给我们放在一起，啊，那等于咱的环保菩萨都较辛苦。啊！伊什么安尼去吼？平平光光，等于咱话阿哥小强者啦。稍微啦，但是就是已经做到那个清净在源头，他已经朝这个方向在做了。咱上人在讲话，伊拢在听。你很赞同上人的理念，不是讲你家己本身做，你嘛带动咱家的一寡茶坊到底做对不？因都看我手，大家得来提来好话呢啦。观众朋友，你也感觉真奇怪，像那阿芬啊在开环保车，因为啊，我们慈济人啊，女人要当男人用，男人呢要当什么？超人用。赖师兄，像从咱山顶安尼啊，差不多有几个环保店哈、啊？但才有五个环保店，当时是一个尔啦，啊，就是因为张师兄在做，啊，搁看人看咱慈济的车吼，拢在山顶在修嘛，你平平观观店也是蛮多嘛，啊，所以因都也要公开贴下来。啊，无以前吼，因可能旁边啦、山卡嘛，你就知影，隔壁也无人看到啊。由他一带动，啊，就安尼一间好，一间好，啊，慢慢增加。像咱即摆要来一个，即马拢是较袂怎样有。参春讲吼，咱伫咧山顶啊，安尼做环保啊，敢会拄到啥物困难无？敢若讲咱要起来车啥，爱较注意啦。困难好像还好啦，哦，就是讲咱开车的师兄吼，咱都爱。
要做主席啊，嘛一定爱万能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回思想起来吼，啊，我都较清楚吼，我就当咱跟车啦，啊，无假讲吼，假弯弯弯弯，过小山车，啊，危险啦。赖师兄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下车啊？啊，因为吼，这一山下那个竹炉的，它的回收的，它就固定会拿过来。哦，欸、就是这里吗？对，就是这里哦、喔。啊，下来啊，下来啊。师伯，师伯，来，我问你。嗯。我问你，你拢跟赖师兄在做环保哟？是啊。啊，你拢，逐工家地啊，是安那？嗯。啊，阮若有钓阮的，你阮拢有来。安尼哦，啊，你拢负责开车哦。对对对。安尼，我要请问你，阿芬阿拄啊开车安尼，敢有合格？有啊，一百分。一百分哦，安尼紧搬来去。其实伫山区做环保，都好参存伫考验开车技术的。除了山路真细以外，三不五时过一个大转弯，佮加上落雨，涂骹真滑。好佳哉，阿芬阿有练过，那一点会当平安去后一个环保点。赖师兄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紫苑师兄引导。对对对，咱沿途我们从那下来，我们到紫苑师兄家，伊家环保嘛盖遮，啊，所以咱讲，咱即马就要来个收遮的啦。啊，遮嘛是个环保店是不？对对对，就是环保店。安尼，咱即马紧来找紫苑师兄。紫苑师兄哦。紫苑师兄你好，我是阿芬啊，你好。阿芬啊，师姐你好。你好。哟。在第高速公路开张紫苑师兄。十八年前，伫清洁队扫公园的时阵，对收音机听到上林提倡环保的观念，伊就开始拿表扫公园，拿手环保。子渊师兄，啊，你拢安那咧收环保？哇，哪行哪收？你拢骑这台三轮车吗？骑，以前是三轮车，以前骑卡拉车。啊，卡拉车落尾啊，载袂住了，才骑三轮车。啊，这是你家己加装的哦、喔。嘿，对，用加装的。是啊、喔。啊，你拢沿路安尼，家附近安那收？家附近啊，老人要好，我来收。我问你，谁来因家的厝边兜啊，拢会把这提出来好？人人足好啊。啊，有你也无叮当的声，因哪会知你已经到位啊？有人家路会当就会甲我讲。所以家的厝边兜拢对你这么好啊？对。已经多久啊？哦，足侪年啊。足侪年啊。我不要算。伊不要算。我不要算。做好代志免算，做歹代志才会算。其实啊，紫苑师兄啊，伊安尼做环保真的是很困难，因为伊沿路啊，这拢斜坡啊，啊伊拢家己一个人安尼刷刷刷，这山路足行的。啊，阮啊普通时拢有咧运动，我都背无啥会起哩，何况他一个人。紫苑师兄，啊，我看你咧做环保吼，你收物件拢收足紧的，你脚步拢足紧的呢。啊，我咧惯习啊。啊，啥那要喊你紧？啊，无法度啊。这习惯啊，习惯啊，改不掉。我有听赖师兄讲，你的脚敢那无好对无？啊，脚无，生骨刺。生骨刺哦，啊，不是讲爱开刀？对啦，迄、那个骨科杨主任，我看实验骨科杨主任，我们给他开刀啊，我袂。啊，是啊，哪会袂开刀？要关大体啊。肩大梨。啊，肩大梨啊！我本来骨髓肩肾有无？去解呀，啊，结果都无配对着。啊，即马无法度啊！即马爱关大体啊！所以你为着要关大体，所以不愿意开刀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即马无开刀，拢用什么治疗？我即马拢用针灸。用针灸、啊？哦，那就是用物理治疗。啊，对对，啊，大有波。我觉得紫苑师兄啊，他真的很伟大。他的脚受伤了、啊，他的脚起不起，而且他还是坚持不放弃要做环保。让我很佩服。紫苑师兄今嘛无工课，阿姆哥伊嘛是每一工透早三四点就起床，去山脚的社区市场捡环保。为着要再环保，伊无过脚痛，又弯骑几十斤重的三轮车，山顶山脚走。阿芬啊，看到拢足烦恼的呢。赶快来得，紫苑师兄。哎、你小舅嘞，小蛋嘞。小舅了，紫苑师兄，你当着大家还有观众的面前，你要跟上人讲说，以后你这样子，如果环保太多的话，你要分几次拿？分两次拿，不是一次哦，哈。啊，分两次拿。两次啊？为什么要分两次？因为太多，物件太多，所以分两次拿。还有，为了不要让谁担心。
不要让上人担心。好，你自己说的哦。丢丢好啊，以后一定要这样做哦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师傅也听到了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啊，你跟把师傅啊，张林啊，我传播之刚丢出烟啊，我十几年前都发关。要管大体啊！可惜阮家无人要甲我斗，无人要甲我签，请师上林，甲我加持，我会当，会当加持我法官法界的官，因为我骨髓见证已经无人迄落啊，所以即摆见证大一定爱有成功，希望上林会当甲我助理甲我斗加持，我咪做。好，上人听到了。来，我帮你擦擦汗。谢谢啦，唔好，我一关足头会唔冷啦。袂，你足胖啊，我感觉你足胖咧。足头唔冷啦，唔冷啦。好。阿芬啊，感觉紫苑师兄做环保就有阿甘精神，嘛希望紫苑师兄的愿望会当圆满。这阵环保阿袂再完咯，即马赶紧带来师兄来去找山脚上尾一个环保店。对着环保车，对毛孔山顶来到山卡。听赖师兄讲，山卡的这个环保店真特别，除了做环保，还佫上名气较贵哦。阿祖爷哦，我带一个贵宾来。阿祖爷你好，我是阿芬啊，你好。阿祖爷，听讲你拢伫咧做迄啰气较贵哦。系啊。人拢叫阿祖爷高宝珠师姐，做四十几年的草花粿。阿祖爷草花粿真有名。伊甲中南部无共的材料是用猫空在地刺壳，是在地人做起来时阵熟悉滋味哦。阿祖爷，这就是人讲的迄种的刺壳粿哦。系啊。啊，但是那是即色的哈。啊，这咯，咱粿为好吼，咱为好爱脱来打，啊脱来打，即卖软软的时哦，刺壳哦掺软软。啊，刺壳掺软软，软到迄刺壳有油啊吼，啊，再下糖落。像观众朋友，你看一点一点青青黑啊，这都是刺壳。但是我这粒奶一直破去哈。那个，这条小块碰风啦。碰风。碰风嘿。碰风。来这吼，这风来接哦，这个泥路风来接出来，伊就会出来啊。哦，你做阿爸，爸这条做事业。啊，注意啊，做这足结实。啊啊，芬啊，做这奶，奶敢那嫩嫩。啊，你做够了。啊，注意啊，好，你拢口说好话呢。阿祖爷的刺壳粿有甜的甲咸的，口味有菜脯味、豆豆啊、红豆啊，还有芋啊，每一项拢是古早时阵的手工粿哦。啊，桂花师姐，这样已经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。啊，观众朋友，紧的，拄只阿芬阿做的刺壳粿，即马紧来吃。安尼好，我要来吃菜脯味。菜脯味好啊。这样就可以吃了，打开就可以吃了，很 Q 的，很 Q 哈。好，啊，你做刺壳粿做多久啊？妈妈给你教，安尼教多久啊？两三年吧。两三年你都发都安尼嘛是做个就水安尼哦。比较慢一点，我妈动作比较快。嘿，就好诶，妈妈传给她好手艺呢哈。好，安尼我进来吃。观众朋友你看，这是菜脯味，还有香菇。观众朋友你有看香菇哦，好 Q 哦，这纯手工的哦。嗯。非常好吃，嗯，有阿嬷的味道，哦，非常好吃。阿祖姨啊，较早做粿是为着要贴补家用，即马摊先给细汉查某囝。啊，不过阿祖姨啊，嘛是每一天会去菜市啊，因为菜市的人拢会甲环保好伊哦。开始拆纸板哦，伊就拢给我拆，固定好伊着，我无给别人。差不多要二十年啊，人我无讲介意的。反正我若有保护，阿姨就来收。我就弄好伊就对啊。他有做瓷器啊，他有需要我就给他的，因为也有别人要啦，就是说他有做瓷器就给他的。我今麦他唔敢出吧？是啊，那今麦唔敢出啦。哦。啊，你今麦开多了后啊，啊，这环保拢向咧收。恁早干。恁早干啊？我这小六去在其他那里去啊。我妈现在年纪比较大，她比较搬不动，她需要人帮忙，我就帮她忙，就这样。都每一个妈妈如果像都像我妈妈那样的话，每一个子女都会真有担。所以阿祖姨啊，你唔那团里的这个做刺壳粿的手艺，给恁查某囝，
连环保你嘛传承给伊哦，所以这是传家之宝。对啦，是不是？我嘛是该讲啊，咱若有偌济时间吼，啊，咱都爱做。嗯，有人做是福报。今年已经70多岁啊，但是伊个无想要退休，伊讲要把握时间做有意义的代志。我咧想，这都是性格，嘛是上好的传家宝啊。即马阿芬啊，都赶紧将阿祖爷爱心送来去环保站。慈济木栅环保教育。原来阿祖爷环保店是环保车的上尾一站，猫空的环保最后拢会再登记木栅环保站。阿芬啊，带着阿祖爷爱心去甲过，要来慰劳环保志工哦。菩萨，您好，我是阿芬啊。今阿芬，阿叔姐来。我替阿祖爷去甲过，要来给您做点心。阿妈，你等下手洗洗，倘好用点心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谢谢。那师兄，想来叫一个练武掌啊。哦，阿掌球不是练武，这掌球啊吼是迄、那个。讲叫做美国头刀嘛吼，啊，现在有这任务，就是讲，因咱这环保站吼，是伫咱以前伫迄个政大前面有一个万寿路17巷那边搬过来的，因为迄个边啊人要改建房屋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那边工作，啊，就爱刷嘛吼，啊，咱就刷来找一个所在刷对家来，啊，迄阵迄咱的环保站吼，叫做任务卡环保站。啊，所以来的时候啊，师姐因都啊，都像咱咧回收啊，有这款玩具这款的啊，爱都家己个夹的，啊，也是对以前恁母康环保站的一些怀念呐、啊。哦，其实就是为了要纪念上一个环保站的对啊啦，吼，恁母康一直拢伫恁母康做环保安尼。木葬环保站近前是伫正大香农的恁母树卡，接引真侪社区内底好出边。一直到2010年，木栅环保站搬去木栅路上，唔那空间变大，嘛有教育功能。无变的是，环保志工因做环保的操发心哦。这只有一台压缩机，吼，像讲这个保特瓶架大机，啊，咱所在下，咱就利用这压缩机吼，来解压缩到边边边安尼。对，安尼，啊，咱要储存啊，较容易，比较方便。那这个压缩机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压缩机吼，从万家，我们看到人家有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去定做。对，我们到外面铁工厂，我们去定。好，家己去定的好，啊，咱今麦来看伊要安那使用，看是不是跟万家。那个接在后面的啦。好，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双方只接俾我哎。这座猫空新教，阿芬啊头一届坐猫缆，头一届看到气卡，头一届开环保车，有真多头一届。在新的体验中，我嘛感受到在山顶做环保的困难。参村张明贵师兄利用小山猫克服山坡路。张子苑师兄虽然目睭无好，脚嘛无好，但是每一天骑着三轮车，是家己在环保，心肝内真踏实，嘛真欢喜。也搁做七角粿阿祖爷啊，退而不休，会当叮当都爱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。也搁环保站的赖师兄跟老婆婿因，虽然年纪真大，嘛是会当发挥能力。猫空闲，和阿芬啊又上了宝贵的一课啊、哦。